军 ，Number Three， 谢幕 ，Marbury。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点啊，上来守个联防，看看外线怎么样，没问题。阿巴斯二加一打中啊，就是尽可能的往禁区里打。杨金萌，哦，二加一打中。后的二加一啊，证明这个球员呢还是没什么经验的。你要犯规，你就给拉下。哇，这球喂的舒服啊！篮板球还是北控的，三打二，四打二。哦，那球员。杨敬敏传给了阿巴斯，阿巴斯拔起来三分标中，北控倒是外线手感是越来越好、啊、而且确实是啊，不是立刻能够形成威胁。杰克逊确实杰克逊跟尼克尔森这两个外援在的攻击能力就不一样了。嗯，五分，底线有机会。嗯，刚刚上场的王新凯接球命中三分，是联防，对，也守了一个联防、嗯、底线底角有人啊，杰克逊一直在看底角的球员，底角，对，终于 打到底角去了，上来之后命中两个三分。于树荣三加一啊，嗯，就说嘛，他这个在外线他是一个点呢、啊、体重打于树荣，认为自己的身体优势是能够攻击对手的。马布里也拔起来，又一个三分，两个三分命中。哎呦嚯！二加一打中。阿联补扣啊、嗯，这是一个两四分，对，这是个。阿联调整一下，三分标中。这个三分确实解渴呀、啊。嗯，而转换的机会，北控仍然在推转换。于树荣给到阿巴斯，上篮再中，北控是这种半快攻的机会。嗯，哟，传球这个失误啊，又给了北控一个转换的机会。感觉这个球员的这个信心不是很足啊。杨敬敏终结点也是更强的这两个点，哟，这个传球不好啊。这传球呢，尼克尔森得到了25分，12个篮板。嗯，就是阿巴斯啊，确实现在面对单点，除了就像大鹏讲的，看时间啊。嗯，又嗯，没怎么能休息，又放空了许梦君，错位没有给进去啊，其实可以果断给。许梦君再来一个，当中说了一个万一号，就是盯人防守，漂亮哇！这个背后传的太漂亮，又找到了许梦君。前两次啊，你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去限制马布里的这个挡拆、哦。三加一啊，三加一，又是一个联防，嗯，看看怎么守啊？嗯，没有很好的机会，看看周鹏。有没有这个三分？周鹏、啊、关键时刻三分命中，火！篮下尼克尔森还是两分打中，只能投个三分。周鹏没有，篮板球拿下来，犯规。基本上没有了。在场今天这场比赛里，是以弱胜强击败了广东。